真实点的话会点歌，那你点歌如果我当下就会唱的话，就是如果这首歌很熟，我可能可以当下唱给你，不过如果我没有到熟的，就是熟的说我可以当下就唱给你听的话，我会练习，那你可能要给我2到3周的时间，2到3周之后我会再歌回唱给你听，不过你点色色歌我可能会用尖叫鸡带过，我可以现在表演给你们看，我知道你们可能会点什么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那种色色的歌。 OK， 好，我找到了。你以为会叫吗？会变成这个哦，会变成这个哦。好，当然，色色歌的定义是什么？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来决定，我来决定什么是色色的歌。可是如果你点了之后，然后我觉得它好像有点色色的，我可能没办法符合你想象的唱完，那么我会告诉你说，当下我应该会跟你说没有办法，或者是在这之后我发现，哎，我好像没有办法，哎，我应该会，我有方法告诉你说这个不太 OK， 要麻烦你换一首歌 ，OK 吗？